你这切芒果呀，芒果都是手吃的。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小意思，看我的。芒果肚子上划上一刀，再竖着切四刀，沿着芒果核从中间划开，倒扣在盘子里吃，一点也不会脏手。火龙果，先把火龙果身上的叶子去掉，接着去掉两头的屁股，中间以这种三角轨迹一直划拉，最后轻轻一掰，把皮剥下来，完美。哈密瓜，先把哈密瓜切成芽状，再给它去头去尾，翻过来，中间切两刀，去到两边，最后把它切片，